推销什么公司。喂喂喂喂，都不行，算了。他不理我，今天还没搭上换光箱哦。就是跟你们讲话吗？跟你要搭换光箱吗？我还没有要搭。妈的哟！妈的哟！这讲话实在太有趣了。在照顾换光箱。哎，超级忙的呢，为什么要分开来讲？在照顾换光箱，超级忙的呢。脱贫六活动啊，很期待哦，很期待。你为什么不买票？我进不去哎、欸，我进不去，没有办法触发啦。等等等等，我现在没办法触发活触发，看来要先去其他地方了。他说有卖票，还是要搭换光箱到对岸。我现在在这一岸走一走好了，好不好？先找到底谁要卖票？你要买票吗？托普利先生他打算做什么啊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正在思考当中。光听女人的话就觉得很有意思。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哎呀，入场券完全卖不掉了，是不是你要卖的？要跟你讲话是不是？啊，小矮人。なかなか売れないんです。イベントのチケット空席だらけですよ。このままじゃ。你到底要办什么活动？皆さん、チケット売ってみませんか？チケットの元ね、通常の半分にしときます。算你们一半了。可是那是什么活动啊？那是什么活动？好了，试看看，试看看。喂喂，完売したようなものです。カモメさんに任せておけば、頼みますよ。交给我们就对了。Mission Star， Mission Star 了。我们要卖票、哦，请在幻光河南北岸与人交谈，按下正方形与人们交谈，原价500块的入场券，尽可能以高价卖出。赚取价差额，完成条件之后向托普利报告。到底要办什么活动啊？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可以先存档吗？我可以先存档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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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只讲话特别快，然后他的手下讲话都很慢。先保存呐、啊，我只能交涉十个人哦。真是少啊，少得可怜。好了，先保存。噔噔噔噔噔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的不是黄牛炮，我们的是员工，我是员工，不是黄牛票。啊，先卖给你。你好，感觉好像很想跟你讲话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撞我？你要买票吗？进行 PR， 青哎、欸、青色公司哎、欸，别想太多了，青色公司啊，在青色公司尽情享受一下吧。感觉真好，就这样。我是要交涉演唱会门票的，不是要交涉青色公司，好不好？演唱会门票你要不要？他不要。演唱会门票，哎呦，入场会门票你们也在帮忙卖啊？对啊，我也在帮忙卖，1500。不好意思，还是算了，太贵了吗？这样啊，卖太贵了吗？这个人1500不买、欸，哎呦。1500太黑了吗？太黑了吗？有这么黑吗？1500不肯买，那你呢？来啦，再跟你交涉。喂、欸，营业额目前挂零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人都不理我。那在这里的人，噔噔噔，哎呦呦呦，你们也卖票啦，1500，我买好了，卖出一张了，好好期待哦、喔，我赚到1000块了。有点神，真的有人肯买、欸。嗯，他算我们半价，原价是1000块，他算我半价500块，所以我要卖500块以上，所以我卖1500，卖一张抵三张。小朋友，你要不要买？进行批啊！哦，小朋友就是要推测轻建公司哦，轻空公司服务满分，感觉很好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我们好像推销员哦，入场会，大人都要特别贵，1500。
我当然会买啊，这个应该要卖到2000的才对。好了，又赚了1000哦。啊，赚了2000块了。现在我赚了2000了，我已经赚了2000了。还有人要买吗？要买吗？要买吗？你要买吗？这个人推销很久都不肯买，哎，这个人不肯买，这个人要不要买？喂，入场券，女生卖你1000块啊，女生对你比较好，很便宜，我买，恭喜你啊，好好期待哦。女生卖1000，女生卖500，男生卖1500，小孩卖500啊，女生卖1000，男生卖1500，讨厌的人卖2000，好不好？讨厌的人卖2000，我现在卖出3张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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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这里有2个人欸，小朋友你要买吗？小朋友，来啊，小朋友！哎呦，大人带着小孩欸，带人带着小孩，入场券多少钱？你带小孩来看，给你特价啊，原价，原价要不要买？我买，原价卖给你，好好期待哦，原价卖给你，你带着小孩来看，没错，就是要这样子。原价卖给你，很好。还有人吗？这里还有人吗？讨厌的人，哎，这里还有人呢。哎呦，嗯，漂亮的女性，你要买吗？要买入场券，贵一点我也会买票的哦。贵一点我会买票啊，不要卖你太贵，1000块，要不要？1000块，很便宜，我买。哎呦，我又赚到500块嘞，我共赚3000块了。哦，我赚3000块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老人家哎，这个老人家。赚老人家的钱没有良心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良心嘛，死皮啦！陆续会增加有趣的事情，我来卖你票哦，老人家，老人家不能卖，不能卖哎，老人家不能卖哎，老人家不能卖，太可惜了，居然不能卖，老人家不能卖哎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这个人不是，这个人不能推销，老人家不能卖，我本来打算卖200块的。哎，等一下，那里站着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要躲在这边？这么讨人厌，为什么要站在这？讨人厌。入场券多少？2000块啦，我不需要这么贵的东西。这样啊，这样你就滚啊，我也不需要卖给你。我剩3个名额了，我剩3个名额了，好不好？不想买就走。我也不血卖给你，真是的，躲在那个角落偷偷摸摸的，真是可恶！不晓得为什么躲在角落，莫名其妙。这里还有人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这里没有人了。哎，有怪没有人？哦，先自攻击，好了，先砍死人了。留下，留下！哎呦，瞬间死2只哦，剩这一只大只的了。噔噔噔！我难得打到搭话，哦，他竟然不买！噔噔噔！这里还有人吗？没有人的话，我要去对岸喽！我要去对岸继续兜售喽！哦，没有了，好了，我们回头了啦！回头去对岸，去对岸继续兜售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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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很想卖点怪、欸，如果怪愿意买的话，我其实可以卖点怪，对不对？你愿意买啊？其实不是黄牛票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很多东西成本，假设我这张成本500，对不对？我卖2000，是不是4倍？很多东西的暴利不止4倍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看这社会。这社会是很黑暗的，很多东西的暴利都不止4倍，都是他真屈了，他真屈了，我没空跟你们讲了，我要先逃跑了。很多东西的暴利哦，超乎你们想象，不是4倍，区4倍就可以解决的。我只卖最高价4倍，已经是很有良心的价格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走，噔噔噔噔，走回去了啦，不要再打了啦。我要去对岸，好不好？我要去对岸，去对岸继续兜售，兜售我的票。我现在还可以交涉3个人，到底是哪3个啊？我要把它找出来，到底在哪里啊？躲得这么好，
刚刚那不是 BOSS， 只不过他争区之后，他的力量和血量都有大幅提升，会变得很难很难打，所以就不要浪费时间。而且经验没有提升，这是重点。我也不知道，要要要，我要打，我要打，我要打，让我到对岸去。Not there。我们拿到的叫员工价，500块叫员工价，所以叫做半价嘛，那就叫员工价，原价就是1000块嘛。噔噔噔噔 ，No day， 哎，小朋友，你要买票吗？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要买票吗？活动儿童票可以去吗？没问题，就算是我手头也有一点零用钱。小朋友，500块卖给你，半价优惠，好不好？啊、嗯，卖给你500块，那点钱我还付得起，了不起，小朋友就是这样，我很期待哦。嗯，半价优惠，小朋友都有钱买，这样才对嘛。你要不要买票？活动场入券1000块，原价1000块，太贵了，放弃了。小朋友都肯出500块买了，你1000块都买不买？这是什么情况哈、啊？不买拉倒，不买拉倒哈、啊！不屑你来看，不行，我们这样，我们不能这样子对观众。飞空船逗得我都头昏脑胀了，你晕船哦，这么可怜哦，所以你们下船哦。托普利手下的海佩罗族去找替代乐手咯，所以你们要开音乐季嘛？因为机械船会摇晃的缘故，我现在都无法演奏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卖给你，我还没有决定上哪去呢。那你要买票吗？贼、欸、又是清空公司，嗯，来在清空公司玩吧，感觉非常好。什么东西啊？感觉非常好，我还可以推销一个人。小朋友有钱，对啊，这个，干嘛要蒙着脸啊？怎么样，见不得人哦？哎、欸，有活动啊，要是能便宜去看就好了，便宜就不要看，好不好？最便宜只有1500。要买就买，不买拉倒啊！太贵了吧，谁都不会买的，就是有人买了啊！你不肯买就拉倒啊！我也不屑卖给你。好了，我们推销完了，10个人，耶、yeah ！卖出6张，赚了3000块。噔噔噔噔噔。どうです？売れましたか？チケットは。どうです？我卖出6张，差强人意。差强人意啊！ちょっと売れ残っちゃった。いやいや、大したものです。初めて見た。初次就有这样表现不错。支払わないとね、売上金の差額を。哎呦，付给我们3000元呢，赚到3000元，魔力奔腾。哇、哦，魔力奔腾呢。ではでは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楽しみにしてるよ。到底是什么活动啊？哎，噔噔噔，任务完成了，卖票任务完成了，拿到魔力奔腾。又是效果盘是不是？我怎么这么多效果盘啊，已经多到不可思议的多了。魔力奔腾每次通过魔力加15，不可思议的多了。我们走吧，这里逛完了。每一个地图应该都只有一个任务吧，不可能有2个任务藏在这里吧，这样太邪恶咯。这样我不依哦，先回去飞空艇。卖票任务结束了，我们赚了3000块。喂，噔噔噔，我们来跟他们讲话，看他们要讲什么。那家伙是不是以为海鸥团的是海，以为海鸥团是工作什么都接啊？我们是啊，我们是啊，只要是工作，我们都会接，没错啊。太好笑了，到底是怎么样的活动啊？我们卖票卖这么久，也不知道他办的是什么活动哎、欸，这样票都还有人要买，我真的觉得很神奇耶、欸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活动，大家就在那边买票，还愿意花1-2千块，这实在太神奇了，这个社会病了，我们走了，社会病了，等等等，社会病了。瓦德萨拉姆不去啊，主线任务不去，我们去洛雷平原啊。阿尔贝多族正在修正受损的避雷针，他们在找能做危险工作
身手强壮的帮手哦，我们去吧。